都说你的花杨金梅，大家好，祝愿今天是我们伟大的祖国72周年，国庆，神交大地，举国欢庆，有个冬季，江山不老，祖国长青，祝大家所有的人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祝中美友好，是绝对都是祖国长青，在这里，中国加油，祖国万岁，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各位朋友，我们万事如意。是，美国报名联合总会主席，我们今天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跟中国人民共和国建党100周年，我们组织民进侨团全部出动，在这里载歌载舞为庆祝我们伟大的祖国华人昌盛。
舞龙舞狮也是我们中华的一个传统节目啊，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好运。锣鼓喧天，彩炮满天飞，哇，真是太繁荣的景色啊。谢谢他们精彩的表演，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华声管乐团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侨团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乡亲、各位先生、女士们、乡亲们，大家节日好！敏捷社团、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工会、美国纽约巴敏联合总会、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美国闽侯工商总会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庆典活动现在正式拉开帷幕，掌声鼓励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外政要、社团侨领、社区精英参加活动，首先对你们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以及衷心的感谢。好，那我们庆祝活动的第一个议程，请大家肃立，请我们的音响奏上中美国歌。请我们的旗手退场，谢谢。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日子，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72个春夏秋冬，72年风雨兼程，72年砥砺前行，我们迎来了辉煌的新时代，我们的祖籍国已经步入了小康社会，正昂首阔步迈向第二个百年。在这普天同庆、举国欢腾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幸福安康，世界和平祥和安宁。好，接下来DJ准备播放歌唱祖国，大家会唱的话一起唱啊。Yeah!
首先有请到我们的第一选区的马泰先生讲话，大家掌声。你们好，我叫马泰，今天我是中国人。Hi everyone, my name is Christopher Marte. I'm the Democratic nominee for City Council, and today I'm Chinese. Today, everyone in the world is Chinese. Because no matter where you live, whether it's Australia, South America, Europe, you're celebrating the National Day of this Republic. And not just the country itself, but the culture, the cuisine, the heritage, and the partnership that this country has given to the world. And so now, more than ever, we have to be united. We have to celebrate each other's history and make sure that we move together forward. So thank you so much. I'm excited to be here and I'm excited to join the celebrations for later today. Thank you, Chairman, and thank you everyone involved for making this happen. 好，再次给他掌声。这个民主党的那个提名人第一选区的市议员马泰呢，他刚才你们都大家听到，他说他今天也是中国人了，因为他来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庆祝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的庆典。那他说我们应该要大家都要团结他要是大家我们有一个 culture 共同的愿望，要共同建设好这个社区。谢谢。好，接下来有请到社区社团的代表张军亨，上海宣读总领馆发来的贺函。谢谢尊敬的各位侨团侨宾、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华诞，在这普天同庆的大好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发来的函，美国纽约福建社团新闻贵会举办庆祝新中国72周年华诞活动，并给予积极的祝贺。长期以来，贵会团结代理会友，积极促进中美友好，在当地传承中华文化，积极回馈社区服务侨胞，为促进中美民间德结做出不懈的努力，也向主流社会展示华人社团和忠诚的良好形象。预祝本会庆祝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并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到来之际，祝各位侨胞节日快乐，阖家幸福，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馆，2021年9月22日，谢谢。好，接下来有请，这是主办的单位美国福建同乡会郑思琪主席致辞。各位侨领、各位侨胞、乡亲们，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是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大好日子。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公会、美国福建八米联合总会、美国长乐南乡总会、美国福建马尾联合总会、美国猕猴工商总会等共同主办庆祝新中国建国72周年华诞活动。在这普天同庆的吉日良辰，我谨代表主办方和以及单位和美国福建同乡会，向你们参加庆祝活动的各位和海内外福建乡亲，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和良好的祝愿。正如中国驻纽约总领馆
王平大使所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千钧华诞的美好日子，让我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国运昌盛、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幸福，愿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祝大家11国庆节有个美好的节日时光，谢谢大家，谢谢。有请到也是这次主办单位美国长乐工会卢建顺主席致辞。欢迎无敌的变化，新中国人民统战起来以来才起来这个历史进程，在长乐是我们华人百万华人团长坚强的后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福长青，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岁如意、国庆节快乐，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有请到也是这次主办单位纽约邦民联合总会林强主席致辞。铭记桥梁恭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尊敬的中美长官、嘉宾、侨胞、朋友们，大家好！普天同庆，举国欢腾。今天由铭记社团、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工会、美国纽约邦民联合总会和美国福建马尾联合总会、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美国福建闽侯工商总会共同主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庆典活动，也恭祝中国人民共和国党庆100周年。首先，仅让我代表美国纽约邦民联合总会全体同仁，向各位嘉宾、华人华侨、朋友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并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今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华诞的大喜日子。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奋斗和牺牲，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强起来了的历史伟大飞跃，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雄伟的诗词。中华人民在世界上伟大的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年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海外华人华侨不断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易、交流、合作的桥梁作用，共建一带一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华诞之际，我们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而由衷热烈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为我们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为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最早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国八名联合总会主席林场敬上，2021年12月1日。好，大家掌声鼓励一下。接下来有请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总顾问高秋华先生。今天我们欢聚一起，共同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华诞，举国上下普天同庆。让我们来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同时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万古长存，世界和平，激情燃烧的岁月，五湖四海的儿女汇聚在红色的旗帜下，会然而共，众志成城，多载春秋，斗转星移，每一点进步让世人震撼。72年间，亿万中国人民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自强不息，华夏儿女深感自豪。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中国共产党1921年开天辟地，1949年改天换地，1978年翻天覆地，2021年顶天立地。毛主席伟大，共产党恩大，解放军强大，生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是伟大。同时在此我们祝愿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家庭幸福，心想事成，明天更加美好。谢谢各位。好，我希望我们的华人是更加强大。接下来有请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田景志主席致辞。尊敬的中美长官、嘉宾、侨胞、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普天同庆，举国欢盛，今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庆典活动。首先，让我代表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全体同仁，向各位嘉宾、华人华侨朋友们致以最亲切的节日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今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喜庆日子，新中国成立72年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三座大山，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性的伟大辉业，并祝愿伟大的祖国取得世界瞩目辉煌成就。而感欢欣鼓舞，为我们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为维护世界和平早日实现祖国和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家庭幸福，万事如意。谢谢大家。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主席田景志致上，2021年10月1日。谢谢大家。好，紧接下来有请美国福建闽侯工商总会田红贵议长来上台致辞。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侨民朋友们，大家好。金秋时节，丹凤飘香，我们刚刚欢度中秋佳节，又迎来了伟大的祖国72周年的华诞。在此我代表美国福建闽侯工商总会向今天光临活动
现场诸位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建国七十二年来，亿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自强不息，努力奋斗，铸就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辉煌。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感到高兴和骄傲。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明天更好。谢谢大家。接下来的我们有请到社团的华人联合总会总顾问苏焕光先生。我们明年有个冬季那个奥运会，也在这里向大家刚刚太多了，今天的日子啊，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人，那我们肯定是必须都是绝对都是中国人，在这里一起欢庆。所以最后我祝愿我们各位侨团、各位朋友、我们闽籍的朋友们，大家度过愉快的国庆，谢谢大家。好，紧接下来有请南极同乡会江伟主席上来致辞。尊敬的各位同仁、各位乡亲，大家下午好。盛世华诞，普天同庆。首先请让我代表南极同乡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衷心的祝福，祝愿伟大的祖国华农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祖国万岁。同时也祝愿各位乡亲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节，谢谢大家。好，紧接下来也请到福建会馆代表代主席薛侃先生讲几句。由市议员候选人马泰先生、尊敬的各位侨民、新华界的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在秋风细细中迎来了伟大祖国七十二岁华诞，非常高兴能与大家相聚在一起欢度国庆节。在这里我谨代表美国福建会馆参谋员主席及华语同仁向海内外同胞致以竭力问候，同时也祝各位国庆节快乐，万事如意，你健康，谢谢大家。看过来。好的，非常感谢今天我们主办单位，还有邀请的政要嘉宾、协办单位，我们各位主席、代主席精彩的致辞。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来到舞台上讲话了。那么，我们也请到了歌星为我们演唱助兴。我们的歌星在哪里？那么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日，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呢，有责任让生长在海外的下一代和外国友人能够更多的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让中国文化得以在世界各地发扬和传承。今天我们也借此活动联谊乡情，促进彼此间的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社区繁荣、民族和谐、祖国富强、中美友好添砖加瓦。你红旗，我为你自豪，为你欢呼，我为你祝福，你的名字有生命更重要。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你的名字。
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还有珠穆朗玛峰儿是最高山坡。我最亲的人花钱，门前的小树已成年，阻拦了风雨来的突然，家中的妈妈走危机险，穿过岁月陪你到永远，穿过岁月陪你们到永远。好的，各位在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在今天的庆祝活动中，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各桥团的主席、桥领还有桥包们的慷慨捐助，同时也要感谢义工团队们的大力支持。由于你们的付出和支持，才能使今天的庆祝活动圆满顺利成功。让我们秉承合作精神，同心协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美好的世界，造福世界各族人民。今天的庆祝活动圆满结束，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今天晚上美国无线桥团在金泰大酒楼举办国庆祖国万岁。那我代表一下，今天是中国的国庆节，在我们呢中国的传统来说，我们都是漂洋过海，记住有一个国才有一个家，有一个家我们的小家，今天晚上有这么多的大家团聚在一起，我们是用最开心愉快的心情一起来欢度今天的国庆节，大家国庆节快乐。来，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到向静文老师闪亮登场。活动的现场很多的贵宾没有到场，我就把今天的所有的在现场的这个词啊再重新念一下好不好。首先有明基桥团组织的这次的大型的活动啊、有我念一下，有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工会、美国纽约发明联合总会、美国马尾海外联合总会、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美国闽侯通商总会共同协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2周年的华诞。现在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到几位的刚才在会场那边呢讲话了，很多的嘉宾都没听到，我们再次重复一下，有请福建同乡会郑思琪主席上来讲话。来，朋友们，掌声有请。今天是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的大喜日子，我们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工会、美国发明联合总会、美国强乐南乡联合总会、美国福建马尾联合总会、美国闽侯工商总会等等，共同主办庆祝新中国建国72周年华诞活动，在这普天同庆的吉日良辰，我谨代表主办方和美国福建同乡会向你们参加今晚活动的各位和海内外福建乡亲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千秋华诞的美好日子，让我们的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国运昌盛、繁荣富强、人民安康幸福、中美友谊万古长青，
愿祖国早日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祝大家十一国庆快乐，有个美好的节日时光。谢谢大家，谢谢。好，今天我们的主席讲得非常的精彩，看来工作做得比我还多还认真。来，朋友们送上点你们热烈的掌声啊！我们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耳朵听得更好，是吧？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邀请出长乐工会卢建顺主席上台来致辞。来，朋友们一样的掌声有请出。尊敬的郑书记主席，各位侨民，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国庆节。72年来，祖国的面貌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哭起来到强起来，历史光辉前程。祖国的强大是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坚强的后盾，我们都感到无比的骄傲、自豪。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也祝愿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万福长青，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如意。国庆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我们卢主席。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出的是来自美国纽约巴闽联合总会的林强主席上台来给我们致辞。来，掌声有请。尊敬的中美场官、嘉宾、侨胞、朋友们，大家好。虎年龙进，举国欢腾。今天由闽籍社团、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工会、美国巴闽联合总会、美国福建毛利海外联合会、美国长乐南乡联合会、美国福建猕猴工商总会等共同举办庆祝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交庆典之际。首先，请让我代表美国纽约巴闽联合总会全体同仁向各位嘉宾、华人华侨朋友们和朋友们表示最热烈并给予最衷心的感谢。今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华诞之际。72周年的大好日子，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和牺牲，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付出，为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为继续维护世界和平，早日实现祖国的努力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在海外的华人华侨，每一个啊，当看到我们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这一刻，真的是心潮澎湃啊！相信我们的林强主席此时此刻的心情也是这样。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出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永远名誉总顾问高秋华上台来致辞。来，朋友们，掌声有请。新闻界的朋友们，在座的父老乡亲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华诞，举国上下普天同庆，华夏儿女深感自豪，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现场的嘉宾、父老乡亲家庭和睦，心想事成，明天好，后天更加好，一天都比一天好。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会，谢谢。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的是来自美国福建马尾联合总会田锦志主席上台来致辞。来，朋友们，掌声有请。举国欢送，今天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庆典活动。首先，让我代表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全体同仁，向各位嘉宾、华人华侨、朋友们最最亲切的致以问候和衷心的感谢。今天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诞的喜庆日子，新中国成立72年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中国人民推翻了旧中国三座大山，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的伟大辉煌，而欢欣鼓舞，为我们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为维护世界和平、早日实现祖国和平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节日快乐。洪贵议长上台来给我们致辞。来，朋友们，一样的掌声有请出您。飘香，我们刚刚欢度过中秋佳节，又迎来伟大的祖国72华诞。在此，我代表美国福建闽侯工商总会，向今天观礼的活动现场和诸位朋友表示真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建国72年来，希望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家富强，人民安康，明天更好。谢谢大家，节日快乐。刚才那个我们几个主办方说还有几位嘉宾要上来讲话，但是他私底下跟我打招呼不上来了哈，没关系，没问题。谁不想上台讲话的、致辞的，跟我举一下手，我一一都满足你的要求。晚上好，我们在秋风信心中迎来了伟大祖国72岁华诞，非常高兴能与大家相聚在一起欢度国庆节。在这里，我谨代表美国福建会馆参谋员主席及全体同仁，向海内外同胞最节日问候，同时也祝各位国庆节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谢谢大家。对，美中华人联合总会的总顾问苏焕光先生上来致辞。祝贺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运昌隆，同时呢也更希望我们中美的关系会越来越好。所以呢，在这里最后还是祝我们各位闽籍侨团的维护繁荣蒸蒸日上。谢谢大家。好，紧接着再邀请浪籍同乡会的江伟主席上来致辞。共同来庆祝祖国72华诞。首先，请让我代表浪籍同乡会向大家表示竭力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大家都知道，祖国这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的指标和各方面都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作为我们海外的游子，我感到非常由衷的自豪和欣慰。祝愿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祖国万岁！
爱爱感需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清采。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歹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吃，嫌某生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拼扫，食甲伤好，惊细伢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够怕，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吃，嫌某生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拼扫，食甲伤好惊细伢狗，水某会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
实一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免胆寒，哪通失去希望，每日醉茫茫，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总嘛爱照起工来行，三分天注定，七分